说，还拍了什么？啊！说出来！点着，点着。你们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敲诈许弋，刘长水才被杀的？许弋肯定是买通了刘长水，想让自己全身而退。嗯，他举报刘长水携款潜逃，背地跟他交易，这里边肯定有猫腻。要不然我们报案吧。你给闭嘴吧。现在刘长水已经几天没有出现了，说不定已经跑了。我们现在就这些照片，也没有办法给他定罪。那怎么办？是啊，要不咱们炸他一下？怎么炸？对啊，怎么炸？有空白信封吗？有。你家真的啥都有啊？这种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咱们就把这张照片寄给他，他是心里有鬼，肯定会自乱阵脚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费力去找那些证据了。对呀，哎呀，状元果然是不一样。经理，你快跟宗总学学吧。学学吧你，学学吧你。那我们写点什么？什么都不写，先把照片寄给他，看他什么反应，然后每隔几天再给他寄张照片。许弋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来了之后也鬼鬼祟祟的。他是不是发现了？肯定是啊，咱们把照片有的发到他的公司，有的发到他那个房里，还得夹在车上，会吓都吓死了。有点坏啊。咱们不然明天别跟了吧，我放假这几天不在家，我爸都察觉了。也是。明天上课你们就都别跟了吧，我一个人跟就行。你还跟啊，周洛？你对这件事有点太上心了。哇，哎，这不刘勋吗？刘勋跑过去了，他俩这干嘛呀？小军，嗯，我们跟他去看看。啊！哎，你们小心点。你们也是啊。说，还拍了什么？啊！说出来！我打死了，怎么办？去救他呀！快点！去没有什么用。点着，点着。Thank you.